上次的虾片汤有5000多万人看过，我听取了你们的建议，把它做成了真正的虾片，他超喜欢。快让你男朋友做好笔记哦。处理好的虾加入瓶上调料，抓匀腌制10分钟，案板上撒上面粉，敲打520下，就会变成这样的半透明状。炸到虾片变色，表面变得酥脆，不管是撒点辣椒面还是沾着番茄酱都特别好吃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